好，给到内线张真心，其实是个错位的机会。哎呦，别太急，别太急。B team 领先两分。彭羚传球还不错，张真心还是抢到篮板。龙骑士防守阵型有点散，造成犯规，黄队犯规罚球，一罚命中，12-9。第二罚不中，但是张真心抢到篮板，祝家荣给到张真心。哎，命中，内线两分。张真心他在内线里面表现的也是非常的强硬，发挥的很好，很出色。龙骑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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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两分命中，来自孟翔。换人，换人。亚旭下来歇会儿。龙骑士请求换人，换上孟博龙。这边，哎，三分命中，叶文浩。好的，这个球机会，漂亮，孟博龙，防一个，防一个，防守一个，防守，防守，来继续。这边捡回了球，出手三分。这边孟博龙变向转身之后找到自己左侧的队友彭羚，再找回来孟博龙三分的机会，哎呀没能命中。叶文浩拉开，拉开，拉开外线的机会，三分命中，3 point叶文浩。阿联让我们拉开空间之后，我们整个进攻就流畅了，而且空位扯得越开，他们防守的难度就越高。这边龙骑士能不能还一个，来了孟翔，龙骑士阵营中的顶级射手孟翔，这就是灌篮里面三分能力最好的一个。他们那边也有很不错的朱家荣、叶孟浩，赶着就是一三分球比赛了。给到张真心，战术能不能跑出来，朱家荣不错，已经开始换防。觉得叶文浩表现得非常顽强，当他倒在地上的时候，我想说他这场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发挥了嘛，结果他还是配合得特别默契，传球投篮都非常的棒。龙骑士请求换人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歇会儿歇会儿。比赛还有4分50秒的时间。孟博龙两分命中，朱家荣自己出手两分命中，加罚一次，罚球命中，二次进攻得分没问题。黄队犯规罚球，两罚中一，换人换人换人，黄队犯规罚球，两罚全中，叶文浩犯规罚球，两罚全中，朱家荣。孟博龙这个球往孟翔外线机会出手命中三分，彭羚 3，这个球防守有点不应该啊。二次进攻张晨鑫两分命中，这边孟翔，哇，一记三分，孟翔又是两分强打，55秒，只差四分，换人换人换人。不错，好的，好球，这
这个比的就是球员之间默契的程度了啊。转身，出界，小心小心小心，没事吧没事吧，砸他脚上出去的，谁脚砸他脚上出去的，砸你脚出去的，行吗？换一下吧，换一下，来先缓一下调整一下，来我们给双方球员点掌声好吧，交换球权了，哎，准备接球投篮，龙骑士这边，孟博龙后撤步的三分，孟翔抢到篮板，依然是孟博龙选择三分，还是没能命中，延续这球的 JG 手中，二号为体两罚一掷，好球，漂亮漂亮，两次罚球，两罚中一，龙骑士请求换人，接近的球权，黄队犯规罚球，罚球两次，一罚命中，41-33，两罚中一，龙骑士抢到篮板，抓紧时间啊，哎呀，朱家荣在最后的八秒钟的时间，二一，恭喜 J Team 拿下第二场比赛的胜利，上手机天猫搜索天猫活力营主微观，身为强者，中国大学生3对3篮球联赛，为你的高校加油助力，恭喜祝家荣、张晨曦、叶文浩晋级，这就是灌篮全国总决赛。从海选到现在，真的没想到自己能走到这一步，因为很感谢老祝和张晨曦一直在鼓励我，然后我的信心才恢复回来，很感谢他们给我的支持。心情就是挺低落的，因为我怕就是说这场就输了，要如果下场就是再没把握住，可能处境就很困难了。哎，累死我了，下半场就看你的了，一起加油吧，来来。OK， 那马上进行我们第一轮的最后一场比赛，有请。